在庄子看来，养神比养生更加重要，因为精神上的逍遥比舒适的生活更加不可缺少。庄周提出养生以及养神的原则，是要世人所做的一切行为都应该顺应自然之道而行的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向大家提出要摒弃一切荣辱观念，为善无近明，为恶无近形，这样就可以保养身心，不受伤害，精神上就能够得到安乐。全球首个道教电视频道《道通天地》，尽在香港宽频718台。